他竟然跟我说生儿子要100万要回去。哎、欸，对呀、啊啊，我有给他。对呀、啊，他到处充没有。没有，没有。因为我该抽他，我没有抽嘛。没、欸、啦，他这样互相抵过，其实他还要找我钱的啦。小导演呢？聊一会儿。嗯。刘家昌，上个。有那个文章，我要把它收不起来，可能将来也会发给你。真惨，对。对，那个陆先生比较有那个前瞻，对，他已经先改好名字了。你家人会给女儿比较多，还是给陆？都分配好了，他们的全部统统给清楚了。你就弄懂了。对啊，平均一个人是给多少？不是太多吗？早早的50来岁的时候，统统哎，这个是你的，你的啊，弄好了啊，你要出去你出去，你要回来你回来。然后到了某一个年纪以后，还会在那里争这个争那个，没有必要。对，所以我孑然一身，啊，开开心心的。哎，你可以先。那你吃了儿子做的牛肉面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非常好，2年才能出师，所以他现在就是台北、台南、台北、台南。你们现在比较难在信义区遇到，对对对，他们的白痴用这种贴图让昆仑接受嘛？又在丢戏台，丢戏台，白痴这样。我问他到底弄好不好，他贴一个这样赞给我这样，这个白痴了。先生，那你一碗牛肉面可以这样卖吗？不会很贵，不会很贵，就庶民美食嘛。100，超过100。牛肉面已经超了。记得的火锅便宜吗？那个太贵，太贵，太贵了、欸！你不能踩着我哎、欸，那个我们是一起的，一起，对、啊。两多少钱？一个人1000多块吧、欸。我们也是有200、300、300、400的啊。哎、欸，开那边租金也贵，我不像宪哥无聊咖啡是自己的。对啊，那是他爸爸买的啦。Cindy 他爸爸买的。对哦。还跟我说无聊咖啡爸爸怎么样，好厉害吧，我2年我就把咖啡厅赚回来了这样。我说哦这么厉害，我说那、啊、你都没有付我租金对不对，就跟我公司是他经纪公司，我没有抽他，他竟然跟我说生儿子要100万要回去。哎、欸、对啊，啊、我有给他，对啊，他到处充没有，他说没有，你有给哦，不是，因为我该抽他，我没有抽嘛，没、哦、啦，他这样互相抵过，其实他还要找我钱的啦，我都没有让他找，我求求你们不要再被骗了，钱呢、啊、不要太在乎这些啦。